我的天啦，鼻毛太长，你一定要拿这个鼻毛刀伸到鼻子里面转几圈，它就可以把鼻毛刮出来。而且不管你怎么刮，它都不会刮伤皮肤，因为这个刀片上面有这种保护梳齿，像这种毛发都可以轻轻一刮就断掉的，特别锋利，好用不贵。你们那些鼻毛都能做毛笔的，就赶紧入手这个鼻毛刀，只需要放进鼻子里轻轻转几圈，鼻毛就能被轻松刮下来。小小一只也是很锋利的，像这种毛发一刮就断，毫不含糊，而且表面带保护梳齿，也不怕刮伤皮肤。现在个位数到手三只，真的很划算，大家可以多囤一点。不要拿手去拔鼻毛，这个呢是我买的一个鼻毛刀，操作起来简单，就这样伸到鼻子里面，轻轻旋转几圈，它就可以轻松把鼻毛呢给它刮出来。使用完水洗一冲即净，而且完全不用担心刮伤皮肤，因为这个刀片上面它有这种保护梳齿，非常安全。像这种毛发都可以用它轻轻一刮就断，特别锋利，小巧方便，性价比还很高，好用不贵，三只呢只需要个位数。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，有需要的朋友们请放心下单吧。